开。呀，为什么我这边人数显示的还是零？啊，有了九。晚上好，这有点太晚了，十一点多了。晚上好啊，好久不见。上周才工业完，就感觉有一个月没见面了一样。嗯，我总感觉已经距离上周公演已经过了一个月的时间了。哇，你为什么要睡这么晚？打游戏吗？吃鸡吗？对啊，我在吃烤肠。烤肠好好吃啊。我们刚刚出去散步，然后就买了点吃的回来。嗯，通宵，我长这么大就通宵过一次。哦，你是因为出中考成绩，所以说睡不着，对吗？我就通宵过一次，还是我朋友过生日，然后我们去 KTV 唱到通宵，然后唱完通宵之后，第二天五点多结束，然后出来在 KTV 门口站着聊天，聊了两个小时，然后七点多去吃了海底捞，吃完海底捞，然后我们就各回各家了。嗯嗯，我在直播，我在电台，我在电台，我在电台啊。没事没事没事，你过来，来，我帮你。我在电台，怂什么逼？给你逼掉！你们什么都没听见。我真的都累到傻了。对，哥哥。我感觉我现在已经傻了。怎么可能是刘贤？我腿都走不动了。哎、你密码是什么？不不不，不存在扣工资。这你刚才买的？嗯。这，我去。牛尾巴。你要不要吃？我不敢吃，我看着害怕。我跟你讲，上次李红瑶来我这吃卫龙，我就这包纸还剩半包，他把油一张纸挤好多油，把油全挤满完了，然后把我那条吃完的直接给我用完了，气死我了！我就那半包纸了，我都没有纸上厕所了，你知道吗？他都用纸把油给吸完了。哎，这里有一个没有哥哥他没吃。嗯，这里有一个话筒的啊、哦，来，不是，放这儿，你那个耳朵眼儿，看一下啊，嗯，啊天哪，他头像长得好像，好像，真的好像，对啊，老葛扣五块，哦，那你们很棒哦，我给你发的是啥来着？你这复制粘贴吧，你这复制粘贴，哦，今天是法国乌拉圭是吗？谢谢。我想想，我选法国。比利时、巴西选一个，我选巴西。我记得我上次看了乌拉圭和沙特的，乌拉圭和沙特是1-0，但是我没有看过法国的那个，但是我有种预感，我感觉法国比较厉害。复制粘贴了吗？不敢。那你快一点，那你复制我去给你粘贴好吧。我要缓一会儿，我感觉我现在头脑有点不清晰。那我给你加点可乐。不不不。谢谢。哎，法国球星有谁来着？法国罗纳尔多
是英国的吧？是法国？英国。嗯。罗纳尔多英国的。法国经理行对吧？我就觉得。哎，我跟你们讲，你们如果想买球的话，就去看刘禹锡的微博。看刘禹锡的微博，你跟他反着买一定赢。谢谢。你去看刘禹锡的微博，他赌哪个赢，你就跟他反着买，你绝对赢。他今天来法国，那我也来法国怎么办？听说跟他反着买球了，都买别墅了，都去买别墅了。你知道，你想做好一件事。那就别买法国了，你买乌拉圭吧。对呀、啊，我不是天生要强。哎，不是，我不是天生要强，我是哎，那广告怎么说来着？忘了。啊，我只是注定要凉。大家好，我是里奥梅西，我现在慌的一笔。然后我那天看了一个，大家好，我是内马尔，我现在比梅西还要慌的一笔。哎呦。笑死了，内马尔。啊，对，我不是天生强大，我只是天生要强。没有，没看，我就看了一场球，就看了乌拉圭和沙特那一场。我觉得我看足球完全是在看热闹，我感觉我真的看足球真的好有意思啊。就是看他们的演技，你知道吗？全靠演技。明明人家就蹭了一下，然后完了还跳起来，然后在地上打几个滚，真的笑死我了。演技太好了。没有，1-0，乌拉圭和沙特1-0那场。哇，哎，他们穿的真的是 OL 啊。啊。但他们，我感觉 ，Nsri 其实年龄。就是今晚吗？嗯。我觉得恩赐年龄这么小，走这种风格、也真的很搞笑。你晚上好，我就看他们的演技。然后如果放慢了，就特别搞笑。就是有的人就是明明拍了他一下，然后他还没反应过来，然后反应过来了之后，直接往地上趴，真的巨好玩，我都要笑死了。真的，我感觉足球真的演技真的很重要。而且看他们摔，每次都觉得摔得好疼啊。谁说我不会演，那是因为我演得太好了，你们看不出来而已，好吗？对，我看了那个视频，就是他们做的内马尔滚，真的太搞笑了，太好玩了，真的是太牛了，真的超好超逗的。刘贤啊，谢谢。没有，别说了，我觉得在公演上摔跤是很丢人的一个事情，但是我好像从来还没摔过。我一般都是要摔，但是摔不倒。你吃糖吗，哥哥？我
啊，我也在减肥，但是我就是好想吃甜的。你已经够瘦了。不瘦，没有，我又胖回来了。我瘦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可是你对我在后台摔过。你四肢很长。你四肢又也不短。我很短呐。没有，其实我不在乎我的身体，我只在乎我的脸，我脸胖。后台摔，刘贤后台摔过，我后台也摔过。啊，对。我有一次面包和奶油下场的时候，跑下场的时候我摔了一跤，当时摔得特别厉害，整个膝盖都紫了。我最近特别喜欢吃糖，我一累了就要吃糖。一，吃糖可以开心；二，吃糖可以补充糖分，补充体力。谢谢。没有。然后我那天跳公演的时候，我在研究那个跳起来的一个姿势，然后没站稳，脚崴了。我现在脚崴还是很疼。啊，是进了赛，经常踩掉我的鞋底。是两次都是他吗？嗯，进了赛经常踩我鞋。我以为是你自己呢。怎么可能自己踩自己啊？哎，对了，我明天和后天都要换 unit， 我不跳巧克力了，我最近在学一个新的 unit， 不告诉你们是什么。我学过自由搏击，就是打沙袋。剧透一下，就是你很想让我跳的一首。明天跳，明天虽然也换，但是跳的是我之前跳过的，只不过是位置不一样。然后第二天跳，哇哦！你看这个扇子，眼熟。一样的。嗯。谢谢。你确定我最有安全感吗？我觉得哥哥很有安全感。啊？因为你有肌肉啊。我？啊？我是肥肉，看起来像肌肉。你有肌肉，你有肌肉。我记得我刚出道的时候，我就说你看着很有安全感。我千秋乐跳那个，我明天跳那个，摇曳在风中的金色的模样，跳四号位。改过来，放泪在。对，明天跳四号位，你看我是不是很亏？我四号位，我跟人家，我用一个巧克力的 C 位跟人家换了一个向日葵的四号，我觉得我好惨啊！我还想跳呢，可是串不开。我觉得我好惨啊！不过千秋乐那场好一点。千秋乐那场是用一个 C 换了另一个 C， 喜欢冒险，特别哦，以为是人鱼的银娜，好像啊，对生活有自己的定义，这是谁呀、啊？左嘉欣，左嘉欣，不是，是，啊，就是左嘉欣，就是左嘉欣，他剪了刘海吧？他以前不是也有我明天跳向日葵，唐丽佳。嗯，不对呀、啊，我很认识他的，为什么我刚才没认出来、啊？那就是他。啊，光线问题吧。左金元啊，又换装了？为什么他们这个服装换了以后好瘦、啊？我喜欢，因为喜欢你，很 happy。哎，没事。Unit， 我们这次不是抽签定的，我们是自己换的。嗯，我们是自己随意换的。因为我们来不及录音了，然后换的都生唱。对，我们明天和后天可能要有很多人会生唱 Unit。我们得整首生唱，我好害怕。
啊，是千秋乐那天是吧？我跟你们说，千秋乐那天巧克力之吻那三个人全部声唱，我告诉你们，全部声唱，没有音源，因为刺激吧。我的新公演风格啊，我的新公演风格怎么说呢，很百变，两极，真的两极分化，我觉得我真的是精分新公演，我只能说我的风格真的是两极分化，就是很刺激啊，你们会看到两个我，真的是两个我，双面偶像。就透露这么多，别的不能多说，反正下周就首演了嘛。新公演衣服啊，有一套我非常喜欢，就一套。到时候宣传片出来，你们就看能看到一套了。反正我是一个小魔女，我们都会魔法，我们不仅会魔法，还要打怪兽。有机会希望和你们一起打。嗯，对。他的爱代表着要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哈库纳马塔塔。你们要听对方讲话呀，对方讲话的时候你不能不看人家吧。没有巴啦啦小魔仙那么幼稚。Unit 吗？不是作家鑫，你看这是新成员。哦，那我不认得。嗯，我就说个头不对劲儿嘛。啊。这首歌不好听。嗯，比较他们队的公演一向是比较甜系的嘛。太温了。嗯。美优娜终于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每天穿着不同的服饰，搭配不同的服装，拥有不同的邂逅，也遇见了新的喜欢的人。哦。讲的是菲奥娜的故事。哇，哎，这个好新颖啊，自己。嗯。哎，好好听这首歌。嗯，这歌好听。队内 CP 同人文吗？不看啊，我对同人文没什么兴趣。对啊，我在吃什么？旺仔 QQ 糖。除非我的同人文，我可能会看一下。哎，接电话呀！哇哇！为什么不提前告诉粉丝？粉丝都不知道啥意思。电话其中一个会响。啊，说吧。哇！吓死了那个人。你那好吵啊！你在哪儿啊？想问你，你喜欢哪一个菲欧娜？哇哦！
子被玩坏了。都行，看着办吧。北京口音，他是北京口音这个粉丝。这人我好像见过。你真的很没有品味。你电话头的那个明明那么好。我在看 N 三那个新公演。完了，反套路来，我感觉蒸蛋现在心里已经乱了。对，可以，我也挺高兴的，看到大家非常的高兴。谢谢。开心就好。这 unit 叫什么名字？啊，还不知道呢。啊，没事，不看了。拜拜。嗯，这啥意思？就看一下吧，看一下。嗯，是这个吗？这是新的 unit 吗？被梦不是吧？嗯，你就是看一下嘛，看一下。没有哎，没写。为什么呀？我觉得 unit 还少一个，我们好像现在只看。我想看刚刚那个。对呀、啊。对，进 Z 的。花季扑通扑通。啊，这儿。变的 N 嘛。这首 unit。这首歌我觉得是我目前听的来说最好听的。刚刚打电话那个是哪个呀？嗯，那个还不知道呢。嗯。嗯。哇。你知道努力想做好一件事，却始终也做不好的感觉吗？就好像现在的。OL 风，我最喜欢的风格。我喜欢有剧情的 unit。嗯，性冷淡风。啊，这个左爱心。对，因为他长得很高，那个女孩特别矮。怎么突然变了四个人啊？因为他在身后。哦。哦，法国2-0吗？哦、哇，还是法国赢了！天哪，我竟然读对了。左金元 C 吗？应该是吧。天哪，他刘禹锡竟然读对了这场。我告诉你，你们如果觉得两方都是那种势均力敌的，要么就买1:1，要么买1:0，要么买0:1，这样。虽然我看，就看了一场足球吧，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如果觉得悬殊比较大的话，那就买2:1、2:0这种。哦，淘汰赛，好吧。我觉得他们应该穿那种，就是，谢谢，那种尖头的鞋，就不要绑带。嗯，因为 OL 穿的都是那种这样的鞋。我就喜欢这种，四个人衣服都不一样的。嗯，风格也不一样，这种 unit 好看。就不喜欢四个人那种衣服，颜色都一样的。好性感呀，刚才那个东西。疯狂的女白领。嗯。我在看公演，然后一边看公演一边跟你们讨论球。
老把他看成陈贵军。嗯，就这个。嗯，他是洪静文奶盖。哇，这里是梨子。啊，明天上午就离开北京了，为什么？这是谁啊？陈慧静。嗯。向日葵的花语是沉默的爱，代表着要勇敢的。嗯，浙江的。幸福可以把它送给自己爱慕的人哦。挺远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只是不习惯这种念白的方式。对。啊，就刚刚那有你看。嗯。他俩好像母女，身高差太多了。嗯。所以两个人感觉不平均。嗯。又来一个，然后Fiona是吧？刚刚那个。好尴尬。他们两个拿着火烈鸟了。明天新大学听介绍，加油，好好学习。我也听不懂英语。一般巡演都是要演满20场还是30场才会去别的地方巡演的。现在是我的一名侦探。他们也是。菲欧娜现在是我的一名侦探，他想当一名英雄。蹦迪曲，就喜欢这种土嗨。哇哦，我喜欢这种。就像个 spy。对，我们队最近还一直在拍新公演。哇哦。对，哪有很多人，我也没见你们哭啊，谁说的？哦，悠悠球我还没有看到呢。哇，真是社会摇啊！啊，我好喜欢他们这首歌。老司机带带我们吗？叫我们？我要是带他们上路，我感觉他们跟不上我车。哇，呼扇巴掌这个可还行。他们还有一场特殊公演叫塑料姐妹花。哇、哦、那我们来一场酒肉兄弟情。其实这个就是粤语歌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如果不用汉语用粤语唱会更好听。好难听更可以要要奶。真，哎呦，汉语，热血女少女。他们说他们这场公演里面有悠悠球，我刚查出来悠悠球。我看我班男生老玩，但是我玩不明白。我以前看过那种悠悠球比赛，哇，好牛啊！我一玩那个东西，加减就脱线，嗯。天哪，他们这歌名真的好。
缺的就是唱歌。我不喜欢看纯唱的，我喜欢看跳舞。我觉得我最近的普通话越来越说的不标准了。晚上好。我不知道为什么老是会嘴瓢。你知道为啥吗？为啥？我来到北京以后也经常这样。我老嘴瓢，我以前不说话不嘴瓢的。我们老师说就是水里面就是含锰太多。啊，那怪不得。然后就是水比较硬的话，就会让孩子就是大脑。就反正就是口条这块不顺，大舌头，就是传说中的大舌头。我来到北京以后，我牙变黄了，然后我反应变慢了。哦，我也是。舌头也变大了。我也是，我就是因为水太硬了。我来北京之后，我就是老嘴瓢，我以前说话从来不嘴瓢的。可能里边含锰有点超标了。而且孙云山以前说话不结巴。对。越来越结巴。对的，现在越来越结巴了。我甚至都结巴了。有毒着呢。谁说我不背锅？反正我们家那边就查出来锰超标啊，我都不知道。老师说，所以有我们班有好多孩子都有点大舌头。我以前在四川上学的时候也被那边人带跑偏，就一干嘛就是老子怎么怎么样，老子怎么怎么样。就真的，他们那边都管自己叫老子。他们说就是，如果自己是个女孩呢？嗯，我没听过他们说这个。他们说老子怎么样，老子怎么样？那会不会说老娘啊？不是，是老子。我还自称小爷呢。嗯，对，我喜欢小爷。嗯。还有一首歌。嗯。对，不是，他们不是自称老子，他们就是一种说法，因为四川和重庆他们的方言都比较那种豪放的那种，所以才会管自己叫老子。那我还是管自己叫小爷吧。他们还有一个16人版的 UNIT。 哇，那叫 UNIT 吗？好像是。那叫16人曲吧。好像是 UNIT。 16人的 UNIT 那就不算 UNIT 了。他好像赵薇啊，刚才有个表情。每个人都在议论我，我已经听说过很多个版本了，可是这件事情真的是我做的吗？这句话真的是我说的吗？我已经快认不清我自己了。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像戴着假面，现在你们能够真正的接触到我们，那么你的看法会有所改变吗？多想有人去试着了解我。哎，扎心了，老铁。直接把我当成傻瓜。扎心了。哦，上面有16人 UNIT。雷鬼风格的歌曲。谁是傻瓜？我好喜欢这种雷鬼风格的歌曲。小爷，今年生日公演拉票，就是不想呗。我今年生日公演可能要11月份，对，11月份可能要。今年生日公演真的可能要11月份了，因为我中间有几个月可能要回学校读书，然后只能抽空准备，所以就可能没什么时间，真的。哎呦，真的，我真的抽不出什么时间来，而且生日公演这个是要排期的。你想想，现在生日公演7月份的已经排满了，然后7月份7月底总选，然后八月我开学回去上学，然后我在学校读书，因为我有生日公演，还想跟我们队的几个成员就是有节目合作嘛，但是我在四川怎么合作，怎么编，是不是根本就没办法。而且学校里没有排练室啊，学校里没有排练室，就是
很头疼，所以我要排练，我只能回北京来排练。哪有，那也得看别人的时间啊，对不对？就基本上很多都要回学校的，就很难搞，所以就干脆就十月份，刚好十月份应该是有假期吧，10月1号有假期应该是，然后趁那个时间吧，然后看一下。对啊，四川离北京太远，来回特别不方便。好吧，好吧，没关系，我只要不想弄到周五就好。我真的再也不想周五了。为什么我每年的拉票都是在周五，而且还是晚上，而且还要下雨？我要搞个在周六的，我要定周六，定11月初吧。可能是11月9号或者10号那天，反正是个周六。哦，这是谁啊？嗯，他带艺啊？不是，这是他们队的三期生还是二期生？你刚刚不是看哦这一队的，你现在在看、嗯、哦。1111生日公演也挺好，哎，好主意，但是那天又不公演，但是那天又不公演啊，11月11号好像是周一吧，周一还是周二，反正不是公演日，我记得应该不是公演日。周日，我不要周日，我才不要，我还是周六吧。哎，其实也可以哈，也可以，那就双11好了。蹦迪曲你要看吗？嗯。人生经验，9月份义工旅行啊！你看他们这衣服不怎么样，这个一般这一套。嗯，但是能跳起来起码。郑丹妮是几号位啊？3号，他应该是2号。哦，对，2号，嗯，2号，谁是3啊？卢静，还是左心啊？应该是卢静，也有可能是左静的，看不懂。一般是2号位站那边，3号位站这边。对，看这个是谁？应该是卢静，1 2 3，不，1 2 3，这是三号，卢静，哎，不是卢静，长头发的一个，但是这长头发的是谁？这个长头发是谁？郑丹妮呀，哎，那怎么站那边去了？但是前几首歌一直是那个谁 C 位的，谁？那个菲菲。啊，他是 C， 嗯，他是1号位。啊，左静元是3。啊，左静元是3。嗯。希望圣诞你已经脱单了，加油。哦，你生日也在11月啊？哇哦！天哪，我这是第一次在11月份过生日，想想就好爽，而且还是1111那天，好爽啊！这首歌叫 Made in China， 哦、Made in China， 还要敲大鼓，哦，我最喜欢敲鼓了。不，它应该叫 Made in 中泰。嗯。黄俊文怎么了？就我刚刚在看他们的站位，我看一下他们谁是谁几号位那天，我看一看跟我们这边的话是不是一样。
不一样，他们那边不像咱们这头。嗯，我们这边都是一号位中间，二号位在右边，三号位在左边。对，我们一直是这样，我们站位严格按照 号码来，真的是严格按照号码来的。嗯，但是他们那边就是会轮着来。嗯，我觉得轮着来比较好。嗯，我觉得轮着来比较好。今年要确定是周日，我不知道啊，你可以你看一下日历不就知道了。你是屏幕党吗？我再播五分钟啊，我播到四分钟，我播到45我就关了。B-box， 我觉得我们那天我猪肉跟老葛我们仨配合的 B-box 不错啊不错啊，就老葛最后那一声太出戏了。啥时候？可能就那个 B-box 你我最后那个你还加了个音效。他们不是说让我学尖叫鸡吗？就我这有尖叫鸡，我这有啊，我去啊，是驴啊。那就周日了，那我生日公演那就定11月11号好了，光棍节那天，吉利的日子。就是不知道那天下午会不会有我们队的公演，没有的话那就凉了。谢谢。没有的话那就真凉了。啊，我好喜欢我们这次的原创啊！你真的好喜欢我们这次的原创，感觉真的好好。嗯，终于有我们自己的歌了。真的，等原创等太久了。两年啊！真的，等原创等了太久了，终于下周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了。哈库纳马塔塔。嗯。我们是7月16号入团的，对吧？不知道，我忘了，应该是吧。整整是一年，两年。对，整整是两年。对，两年。我们7月16号入的团，然后7月14号首演，第一次原创公演是。哇。我分到 UNIT 的风格。一起打太极。你们猜？你们猜？反正我的 UNIT 风格的话就是冰火两重天怎么说呢，冰火两重天，两极分化严重两个极端，反正就是两个极端。因为是魔法学院嘛，是不是魔法学院的话就要学会给自己变身希望大家要理解我们是要变身。对对，然后我们这套公演是讲的什么主题来着？嗯，就是说就拯救，哎不是，不是拯救啊，不是，是被诅咒了，被诅咒，然后就是自己能不能拯救。对，得靠大家了，就是对，得靠你们拯救我们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那种，就是如果成功的救了我们，我们就可能会变成那种天使，如果拯救不成功我们就会被黑化。嗯，对，而且我们首演两天，内容不一样，对不对？对，我们这套公演真的真的有很多地方都不一样，就是每一场可能每一场都会不一样。是的，对，你们可能第一天见到我们，第二天就见不到了。对，是没错，这就是我们公演的亮点，在这打个广告我们这套公演啊，每场都可能会不一样，真的是每场都不一样。哎呦，哎，咱们还没有做造型呢欢迎大家来看我们哈库纳马塔塔。首演之前不都得去护理头发吗？护理头发对，
就是我们就是如果赢了的话，然后我们就会变成正义的天使，如果输了的话，我们全体就会被黑化。对，这是一个关于魔法的一套公演。对呀，所以说我有可能，就是我有可能变成好人，我也有可能会被黑化变成恶魔。有礼物往台下扔吗？嗯，不知道哎。有没有一半一半的剧情？嗯，什么叫一半一半的剧情？反正剧情嘛，肯定是有的，因为我们这套公演就讲述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谢谢，法国赢了，耶！我就知道法国会赢。我在用你们的视角来看的话，我在左边多一点。下一场是谁跟谁？下一场看好巴西。下一场巴西比利时，我赌巴西。哦，你买的比分啊。晚安，辛苦了。真的，你们下周一定要来看首演啊！一定要来看首演啊！我知道你经常坐右边，我告诉你，我就没有看到过你坐左边。希望大家多给我们提意见。对，大家希望大家都为我们加油打气。下周首演世界杯决赛，我撞上了，那肯定还是。嗯 ，Team J 的原创首演比较重要，对不对嘛？就左边嘛，你们真的看我的话坐左边好吗？就是坐靠门的那一边。首演现场手机看世界杯，那你网得好，一般。对，还是首演重要。世界杯可以看录播嘛？虽然首演可以看录播，但是不一样，感觉不一样，对不对？还是要去现场体验一下。今天听老师说，我们首演第二场的票都还没有卖完，就很难过。真的，你们不要买嘛！真的，第一天的内容和第二天的不一样，真的超级不一样，巨不一样。哦。各种声音都看到吧？哎呀啊，哎呀，法国2-0淘汰乌拉圭，我收到新闻了，第一场没有了，没买单。啊，那啊，我觉得第一场精彩一些，第二场，第二场，哎。预测一下冠军，你是说世界杯总冠军吗？世界杯总冠军肯定是俄罗斯啊。哦，总冠军那肯定是俄罗斯，这还用猜？啊，不是吗？哦，好吧，我没看世界杯，因为我只知道俄罗斯好像前几场踢得挺厉害的，我以为这是俄罗斯呢。总选票没卖完，哎，不想总选。好吧，坐进去，打扰了，我没怎么看世界杯，我明天就回家了，好吧。哎，梅西、C 罗已经回家了，谢谢。哎，我再有一个月我也要回家了。因为我们都没有看世界杯，咋说呀？对，他们本来就在家，在自己家踢球，干嘛还要回家？哎，我总觉得我们新公演上的有点晚。
顶多演四场，少的话演三场，对，就要去上海了，演不了几场了。稍微买一点就能体会到世界杯的乐趣了。我李洪瑶买球，我们队就李洪瑶买，然后他说他赚了好多，他每次都会赢。不是巡演啊，不是去总选吗？哎，和他一起买，没钱不买。万一买输了怎么办？不行，其实跟刘禹锡反着买也不是完全会中的，你看今天他就赌对了，对不对？哇哦，可以。现在头发，我也没买过球，听说好像，我以为是在手机上买就可以，但听说他们好像说要买什么彩票之类的。你法国输了10票，哇、哦，难受，你难受，我更难受。哎，难过。哦，手机上不能买了呀。我才知道原来买球是买彩票。可以啦，0.5票还是可以啦。想想0.1票是5块钱，是5块钱吗？0.5票那就是25块钱，还可以啦。跟你讲0.1，你想想0.1，一个人0.1，100个人。100个人就是10，是吧？人多力量大。谢谢。谢谢兄弟。人人献出一点爱。明天更美好。哈，谢谢。你打算长期往竞彩足球方面走？别的联赛也可以买。你只要别一直输就好。香槟教育课，哦，好香啊！我的妈呀！哇、哦，好香！我的妈呀！好像是不是劲儿比教育课高很多？是，好像教育课。我的妈呀，一样一样的，尤其是眼睛那块儿，我天哪！哇塞，谢谢，真的好像教育课啊！我以前还没觉得像。我以前真没觉得像，你们都说他像，我都没觉得像。而且就是特别神奇的是，他跟那个人，他们两个就是都叫可乐。哦，厉害！但是乔玉哥是比他先出道的。谢谢。啊。就是很神奇，你知道吗？啊，厉害了。嗯。那这是有缘分啊，命中注定！我跟你说，这是，真的是命中注定。谢谢。飞机，刚刚不就是飞机吗？纸飞机，你快复制粘贴啊！你说哥，你快点来，我给你复制粘贴，好吧？好了，别难为人家了。来，给你复制粘贴啊！你复制了吗？没有。那我给你复制去。哎，我在哪儿？哎。我刚刚不哦，在这儿，看我的头像，方方正正。我自己，这头像是我自己 P 的，我自己找了个方块儿。
不知道你头像是什么呀？就一个方块，一个正方形啊。哦。因为我姓方嘛，方，就方方方方正正。你很方哦。方方正正。嗯。因为我方，所以我就用了个方块当头像。我小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几岁，反正没上学之前，然后那是我第一次走很远的路去一个人家找我妈，那家人就姓房。哦，所以说我对你特别有印象。姓房的人都在北方。是吗？哇，好冷啊！哎哎，你不要说不该说的啊！我在开直播。哇，好冷啊！我的天，我已经裹到被子里了。怎么这么冷啊？16度，18度。疯了、啊、你是不是疯了、啊、我以为你又要说你爱说的那一句歪屁股我跟你讲我每次在直播的时候我都特别怕刘星进来就骂我我哪有那么没素质那个遥控器在哪儿你自己找嗯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他可能突然想吃了我的天，哎，你吃辣的不会长痘吗？不长。啊。我也不长。嗯，不，应该不长期吧？我问一下，能不能只有考试回去？但是我不敢吃。但是我不知道老师会不会同意。我不知道老师会不会同意。是。那个，哎。这是什么东西啊？那是喷头发的香味，很香。我去哪儿了，方磊？我没找。你去哪儿了？我遥控器。在我抽屉里。没找到。你瞎？这儿，我你是不是瞎？可能吧。我21度了，调的。别，你关了吧，冷死了。等会儿热了再开嘛。哦。你这么凶干嘛？没有啊。我怎么你了？我很温柔啊。刘星，你别用这个，它会。发际线。对，据说会把发际线越勒越往后。嗯，没事，没无所谓。刘星的额头好像个皮球啊。反正我要留一辈子刘海儿。他额头好圆。嗯，像个皮球一样。都是痣。刘星好可怕，对吧？刘星真的很可怕。他每天回来都要骂我。哎。有时候还上手。不行不行，我得回去找蓝浩。要不然一会儿他该揍我了。蓝浩揍你。去哪儿？我都忘了。他去找蓝浩。嗯。有毒吧？你有毒吧？你来干嘛？我要护肤。真的，刘星一回来就要跟我吵。我很怕刘星。我真的很怕刘星。你温柔个屎啊！哎，不能讲这种话哦。哼！我只对你讲。我打得过刘贤，我觉得我们队伍唯一打不过的可能就是陈雅玉，我真打不过他。你别看他小啊，陈雅玉打架真太厉害了。我真的，我怀疑他小时候是不是经常跟人打架。天哪，他真的手劲儿太足了，陈雅玉，我真打不过他。我都学过自由搏击的人，我都打不过他。我之前跟陈雅玉打架的时候，他总能把我摁到地上，太厉害了，陈雅玉真的，我真打不过他。孙颖珊我都能打过，而且我特别怕孙颖珊打我，就每次我就去调侃孙颖珊嘛，开他玩笑，然后我就怕他打我，因为孙颖珊打人特别疼，就他打人超痛的，人家打你都是那种。就是那种不是很疼的，就算很用力也没有很疼，就孙颖珊就他碰你一下你就会觉得很疼，就孙颖珊打人超级无敌疼，真的，陈雅玉天哪，他劲儿太大了，我真打不过他。刘贤我都能很容易就打过。刘贤很弱。我说你很弱，你就很弱。你打不过我。你骂得过我吗？哼，我骂不过你，我骂不过四川人。刘贤，你这个土黄鳝。你有毒啊！你还土泥鳅呢。
网上我最近新学的词儿，骂人的词儿也不算骂吧。跟谁学的？土黄鳝。我在队内地位这么低吗？对呀、啊，我连这样我都打不过，然后还也老被孙一山打。刘贤，你这个土黄鳝。别说了。我就要说，你这个土黄鳝。要不要我叫你说四川话？土泥鳅。我可以叫你说四川话。我哪开车了？我怎么就开车了？你说。你说。哦、你说。你在跟我说吗？对，你不教我说四川话吗？怎么说土泥鳅怎么说？你有毒吧？你我想想，你就不能说点洋气点的词吗？那你说洋气点的。我还真想不出来。第一个要洋气，第二个是要，就是要。朗朗上口吗？就是不，就是要那种。你为什么要跟我学骂人的？不是骂人的，他意思要骂人，但是说出来又很文明。没有脏字儿，然后还要很洋气的。哇，你这个人难到我了。你这个小猪佩奇，用四川话怎么说？哦，我知道了，我们四川骂人呢、啊，就说你猪嘛，就说你个猪儿吧。你这个猪儿吧。我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反正就骂你是猪。你这个小猪猪，小猪佩奇用四川话怎么说？小猪佩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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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我是要既能骂人的，然后又很文明的，还要很高大上的那种。来，用那个，用四个字儿形容刘贤，小猪佩奇。刘贤，用四个字儿来形容你，小猪佩奇。我不想理你。哎，我们玩游戏吧。我电台背景就没换过，我们玩个游戏吧，就是用四个字来形容刘贤，好不好？就是用四个字，就不能带有人身攻击的啊。我先来。我先来，第一个词儿，一言难尽。小土肥圆。刘贤。告诉我他的 ID。有人说你小土肥圆。怎么办？刘贤要你的 ID。 我用英语跟你说好不好？啥？我用英语跟你说好不好？什么 Tiger。 Tiger Sky。 我怎么说？我让我想想。哦、oh, ，hand, tiger, sky, sheet。我说的很详细了吧？别吧。有毒。hand, hand, tiger, sky, sheet。sheet 狗屎啊！不是 sheet。我什么都没说。Oh shit！ 喂，不能乱讲啊，注意文明一点。来，继续，小猪佩奇，四个字形容刘贤，小猪佩奇。没有，没有，这是英语，这是一个英语的那种语气词，就是比如说遇到麻烦事了 ，Oh shit！ 这很脏话吗？这不是脏话啊。这是一种语气词啊。你不懂外国人。小猪花花世界
泰国美人。泰国美人。我比泰国人白一点。那我再肤色比较泰国人。滚。那我再来一个，一毛不拔。还好吧，我对自己很大方的。一毛不拔，泰国香猪。我还泰国香米嘞，泰国香猪是什么？只听说过泰国香米，没听说过。哎呦，还有人说你苗条淑女。那是说的很正确。受之有愧呀、啊，刘星。太过上主。有这种东西吗？哎呀，我就这么叫你吗？太过上主。不是有这种东西吗？有这种。泰国美人，我再来，我想想，我来看着你说话，你有毒吧？我真的我想不出来四个字形容你了，真的一言难尽。我现在样子确实挺一言难尽的，罄竹难书。小鼠冬瓜是什么？祝愿玉润。用心良苦，泰国香猪，吹弹可破。我想起了刘贤那天公演之前在后台自言自语说，哇，我今天的皮肤可真的是吹弹可破。笑死了。不，我觉得泰国香猪真的是全场最佳。泰国香猪可还行，我要给刘贤改备注，改备注。你们知道我微信给刘贤的备注是什么吗？我给刘贤的备注，我给刘贤的备注是 BJ 四八刘贤，反正就关系很不熟的那种。我给刘贤的备注是 BJ 刘贤，我们真的不熟的。我给房磊备注就是房磊两个字。别说了，他有我两个微信号，然后第一个微信号。以前的那个微信号他给我备注的是房磊，第二个微信号给我备注的是房磊小号，我真的是房磊小号真的赢了。因为我不，谁知道你哪天会突然登哪个号。然后陈雅玉也是，他给我的另一个备注也是房磊，另一个备注是房磊新号。你们为什么都要这样？你是不是记错了？房磊新号也是我。啊？你不是房磊小号吗？号。哼，那房磊小号是陈雅玉。我待会儿要给你改备注，泰国香猪。我跟你说，这只能说明我们关系不好。我跟别人备注都不是这样。哦吼。是吗？你给别人的备注是什么？你管我？你说啊。为什么要告诉你？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我？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你给别人的备注也是这样的。没有啊，就很亲密啊。我给金罗赛的是金罗赛小可爱啾咪。啊，那他自己改的吧？嗯，是。对啊，金罗赛也以前在我拿我手机给他自己改。
哼，他自己改的，我改天也拿你的手机，我自己改一个。没有啊，我就是很官方啊。BJ 刘贤 ，BJ 陈雅玉 ，BJ 徐婉玉。哦，我最亲密的是孙雨山，我给他备注是 BJ 孙大山。行了吗？怎么？那还挺亲密的。孙大山。好了，我以后给刘贤备注 BJ 四八泰国香珠。把你拉黑，删好友。泰国香珠也真的赢了。以后我们漂流瓶见。我笑死了。哦，我给陈雅玉的备注是 BJ 雅玉屁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叫他雅玉屁屁。曼谷四八泰国香珠，每个好点的。刘贤，有个人叫你矮胖子。嗯，说的没错。你还能忍？嗯，脾气很好。叫我早打人了。我又不可能隔着屏幕出去咬他。我要冲着屏幕过去咬他两口。嗯，没事，待会儿关直播，我告诉你他的 ID， 我要告状。这是你自己的问题，谁让你老说他的。我报告说你小土肥圆的就是他，他现在又说你矮胖子。哦，我知道了。对，也就刘贤脾气好，我告诉你们，也就刘贤脾气好。刘贤，有人说你水晶晶。他们说饶了泰国香珠吧。我觉得泰国香珠这名字挺可爱的呀，你们也给我起一个吧，我要跟他的情侣名。你叫荷兰乳猪。滚开。荷兰乳猪。我叫山东野猪。山东豪猪。河南乳猪是什么鬼？泰国香猪。山东黑猪，越南猴子。山东豪猪。我不是猪，我不要当猪。我不要当猪，我想当孔雀。河南乳猪，那是荷兰乳猪吗？我不会开屏。对虾，我今天吃对虾了。对虾就是虾子，虾子不是，就是虾子，不是就是虾，吃的大虾，就叫对虾。为什么叫对虾？就叫对虾，我们山东人都那么叫，叫虾就管虾就叫虾子和对虾。虾子。对啊，就是在虾后面加个子，就像螃蟹叫蟹子。可怕。对啊，我们管海鲜就是什么虾子、蟹子这种。鱼子没有，鱼就不叫了，就虾子、蟹子，别的就没有加子了。对，虾爬子。对啊，然后我就是磊子，我们山东人都喜欢在名字后面加子，特别喜欢子加子这个字儿，什么茄子，还有茄子啊、哦，不是，茄子那不是本来就叫这个吗？啊、哦，柿子，柿子那不也本来也叫这个吗？有吗？对呀、啊，橘子，那不能本来就叫这个，还李子呢。桃子，就这些，瓜子还有，
对，还有梅子。中国都这样叫？没有啊，虾子、蟹子，没有啊。那桃子、柿子这些？哦，桃子。他又说你刘贤。哦。我忍不了了。骂他。我骂你。一个土黄山。这是我最近学的新词儿。我想知道你跟谁学的。我在网上学的。就是骂。一天到晚不学习好的。骂一个人很土。他说你是死胖子。哦，要拉黑我替你拉黑。刘贤脾气很好的，因为胖子一般脾气都好。对，胖子一般脾气都好。没有，刘贤脾气特别好，我天天骂他他都不生气。宰相肚里能撑船。对，刘贤脾气太好了。有的有一个人说我也胖子，但我就很暴躁。他只能说你是一个暴躁的胖子。我们是温和肥宅。刘贤是心宽体。哦，他心确实挺大的。你脾气好，你为什么狼人杀要跟我吵架？没有啊。没有才怪。那脾气好不代表我能忍受。而且真的是无厘头。我发现反正你记仇。我没记仇。多久之前是海体传说？说明我在乎你。但我没说。哦，好，好，行，我就是这么土味，怎么了？我就是土味，怎么了？什么？刘贤被外面人欺负，磊哥哥会冲出去保护他吗？我不会。他会上去踩我两脚。对，我会上去踩他两脚。旁边喝彩，哎，打得好，打得好。对，我会在旁边就打得好。我可能会上去跟着别人一起打他。而且有谁能打刘贤？真的是，谁会这么闲，连老实人都打？多肉和雪饼掉水里，磊磊救谁？我会游泳啊，我会游泳。刘贤会游泳。我除了蝶泳、仰泳，什么都会。一边说一边打一边说打死你个泰国香猪。不，刘贤跟柴鱼都掉水里了，我会，你说我是选择，你说我是选择去 KTV 呢还是选择去蹦迪呢？你应该问我这个。刘贤跟陈毅掉水里了，我要么去 KTV， 要么选择去蹦迪。嗯，笑死了。对啊，就是很塑料啊。我不会游泳，我下去那就是三个人都。凉了，我不会游泳。我不真不会游泳，我旱鸭子。刘贤都会游泳。刘贤四川人都会游泳，我身为在海边长大的我都不会游泳。你什么时候学的游泳？嗯，
初中你学会游泳，现在还记得？啊？那你小时候学会走路，你现在还记得？啊，记得。我记。不啊。哦。拜拜，晚安。晚安。你怎么还在扣头？没有扣头啊。啊，刚刚刘星一直在扣他的头。我不会，我都没有考驾照。你先看看你自己吧，你老叫别人胖子，说的像你很瘦一样，真的是不害臊。哈哈哈哈，录关直播，扣完脚扣头，没有没有，他没有扣脚，他一直在扣头，一直在扣他的头，我笑死了。嗯，好，好，刘贤是我的快乐源泉。明天去什么世界播？明天公演。刘贤就是我的快乐源泉。他们说我每个笑声都是一把把刀插在刘贤的心上。因为我知道你们都是在乱说。对，因为他知道，他说，因为他知道你们都是在乱说。刘贤血槽已空。明天相亲，相什么亲啊？好。对呀，我们世界播已经录完了呀，已经直播完了呀，我们是直播，不是录制的，不是录制的。好了，我要关直播了，我要洗睡了，晚安，拜拜，你们早点睡。我明天换优那套，我换了个那个什么向日葵四号位，记得啊，拜拜。左边最左，舞台的最左啊！你在对你们来说可能是舞台的，对啊，就是舞台的最左，对我来说是舞台的最右。再见，千秋乐，不告诉你，千秋乐跳一个没有跳过的，跳一个挺难的。嗯，对，嗯，拜拜。好，跟香珠也说拜拜。对呀，是的，你真聪明。好，拜拜。第一次直播世界杯五好看，那是下课铃声。好，下周见。下周见，拜拜。上海见。